雨季再度来临，并且不曾停歇，直到路上、树林间和旷野上尽是一片泥泞，仿佛全世界都成了一片混沌。疲惫的英格兰士兵们将长弓高举在头上，试着保护这些珍贵的紫杉木免得受到大雨的侵害。虽然所有的补给品都已经消耗殆尽，那些空无一物的马车依旧寸步难行，而背后却传来一阵阵令人丧胆的马蹄声，法兰西的骑士们已经追赶上来了。自从哈弗勒城大败之后，英格兰一直处于缓慢的复苏当中，亨利五世所谓的光荣圣战绵延不断，最后竟然折损了3000名英军。如今亨利国王不得不放弃想要夺回法兰西王位的梦想，他现在就和他的部将一样，一心只想尽快抵达加莱城，好坐上他的船只返回英格兰老家去。但是在逃回加莱的途中，法兰西军队赶了上来，法兰西人知道英格兰军已经兵疲马乏，再加上双方兵力比为1:3，根本没有兴趣谈判。这个时候，英格兰军队已经被逼到树林中的一座小山丘顶上，工兵们在四周的地上打桩设围篱，以防范要命的法兰西骑兵来袭。亨利国王唯一的希望就是利用轻装步兵团的敏捷性来牵制法兰西骑兵的猛烈攻击，同时工兵们的射程也可以帮助克服这些劣势。打哈弗勒城失败，我们得在伤亡太惨重之前撤兵。法兰西人必定会趁胜追击，我们必须赶紧回到运输舰上，如此我们亨利国王才能再次看到亲爱的英格兰。佛爷，你以学术闻名，或许我们可以从那里的学院中得到些许的知识。
我们已经学到土耳其的火炮技术，再加上弓箭，已经可以横扫法兰西。亚琴哥特堡就沿这条路下去不远，我们很可能会遇上许多法兰西骑士，战斗将很激烈。如果我们注定要战死沙场，那将是国家的损失。如果能活下来，就能增添我们的荣誉。这就是我所害怕的，跳墩果然被摧毁了。今天是圣克里斯比亚日，从现在起，每年的今天，你们可以秀出你们的霸道，告诉别人，你曾在这个日子和我一同落难。今日和我一同浴血作战的，都是我的弟兄。往北，大家一路往北，再转向西方，就到码头了。Salve, Imperio。一不投石机，如果我们能够拿到它，亚琴哥特堡将减轻一些危险。太棒了！法兰西人一定会后悔让这东西落在我们手上。Yes.
雅琴哥特之役所以流传于世，因为它是一场背水一战的胜仗，而敌众我寡的英格兰长弓手能够战胜法兰西骑兵，是因为那些法兰西骑兵得穿越浓密的森林以及泥泞的山坡向上攻击的原因。英军穿着的盔甲比较轻便，他们才能够在法军的撤退中迎头赶上。在一场大晋级中，亨利国王亲自领军，一举将溃败的法军通通赶跑，同时也为自己杀出一条通往海岸边境的道路。虽然战胜了，但是亨利国王并没有穷追猛打。然而在这场战役中，真正的赢家是勃艮第，因为他们在英法两国酣战之际，国内呈现真空状态下趁虚而入，因此夺得了实权。